了，这一天天的还能有点用吗？我妈啊，姐夫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。你不是喜欢吃零食吗？特意给你带了点。谢谢姐夫，来赶紧坐下吃饭。妈，来坐。妈，今天就要去我们家了，您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还没呢，早晨光顾着做饭了，没顾上。弟妹，咱妈她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能让她老人家做饭呢？啊，不是的，姐夫，是妈呀，她感谢我最近对她的照顾，非要给我做这顿饭。是。哎，姐夫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好。哎呀，我毯子还没拿呢。妈，你那烂毯子都发黄发黑了，你去了呀，姐夫会给你买新的的。不行，我得拿着，那还能用，买新的不值当。哎呀，妈，你费那劲干嘛呀？又不值几个钱。弟妹，就让妈拿上吧，又不费多大事儿，我帮妈拿着。哎，雅丽，我的毯子呢？我给扔了。我就这么一点东西，都被你给扔完了。雅丽，你扔妈的东西干嘛呀？姐夫，他那东西都脏兮兮的，洗衣机都洗不干净，还一股子味儿。我刚过来还没进门的时候，就听到你一直在数落咱妈。我本来想是个误会，就没有过问，哪成想你是真的嫌弃咱妈呀。你瞧你这话说的，你看她穿得邋里邋遢的，干活不利索，腿脚还不好使，整个就是个大累赘，站在你旁边你不难受啊？雅丽，你想过没有，有一天你也会老的。行了，你就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你要是孝顺呀就赶紧把她接走，以后呀别再